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靠钱来解决的。够了，你想喝死这儿吗？大伟，好久不见啊！我今天喝的有点太浓了。我真的喜欢你，我什么没喝多。媳妇儿，我个人的工作室已经成立了，现在算是梦想成真了。没看出来啊，你挺志存高远的。你喜欢中式婚礼还是西式婚礼？你也是根本不准备结婚的人，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去想这些事儿呢？见了不大好，见就是了。从重新开始，行。你还是习惯在冰箱里拿水，我也习惯把水放在冰箱。有些习惯是改不掉的，就像我对你。我可以给你一份更好的工作。我爸的公司影视部门这两年做得很好。你这是干嘛呀？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希望从我这儿得到这次机会啊？真服。听说你到北京了，我就想来找你，开了一夜的车，就是想看看你。你忙你的，我自己睡会儿就好。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梦游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你昨天晚上睡在他床，为什么？你没地方睡吗？你刻薄起来真的让人反感。我要分手。那你想干嘛？你不要太过分。哎，有些钱，你开玩笑吧？滚！你为什么非要逼我？你以为我真拿你没办法？我真的不准备结婚，这只是企业的经济。现在是融大面临破产，只有你才能挽救融大。你开个价，来手，多少钱我都给你。我等你。